春，叶问。承让，承让。I'm gonna put some dirt in your eye. He seems to have come out of the brutality of it. Before you hear, I'm in great big pain. Wherever there's a pain, you find Spider-Man. This could be a tragic day for the people of New York. 接下来我将单挑连全员，我们要活起来。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中国功夫去改变宇宙对华人的看法？我只是想说，我要打死他。他是什么人？叶问，他太可怕了，伙计。我作为复联的最强战力，我要送他去见上帝。我们都受到重创，必须摆脱困境。铁人带队正面对抗，我带人从背后突袭。而他不过是个练武的普通男人，我们要有信心。我同意，但是我刚好要去接女儿放学。我和他打过，只差一点点就几乎要了他的命。相信你们，这次大家我就不参团了哈。没问题，不过这两天我战甲的 USB 接口有点松动，今天早上我的手不小心打结了，注意休息。所以我们很有信心。索尔，你觉得呢？一起上吧。打起来了，走，快走，快点儿！连削带跑，一攻一打，日子重拳，是以最短的时间去击倒对方。坚持住，伙计！够快啊！我这大牌是哪儿来的，回哪儿去啊？快撤！天哪，我们没来得及支援他们，我们得摇人了。咏春，叶问。我先带个宝石。您都是年轻人，有时候互相切磋，少不了会有一点点损伤。拳法哪里学的？不停的挑战才能突破极限，这是我在《一拳超人正义执行》里学到的。《一拳超人》IP 改编，分享运筹帷幄的策略快感，成就最强速战执行。应该抽着我的头来。从今天起，我叶问就是最强的超级英雄。皮皮虾，皮这一下很开心。